我看这些多平，埃孔就是好像是多平来主罚，哦，埃孔，我们看，好，想进的队很快把球发出来，好，埃孔连续的过人，险些让在门前的李金羽捡到漏，埃孔把球控制住，踢下去了。今天这场比赛被换下去了，然后呢，在后防线上是陈波。 拖后的中，埃孔拿球。哎呀，九号胡一峰已经是到位了。沈阳金的队啊，现在的外援的情况呢，目前在队中依然，陈涛啊，都是能够积极的上前。正好自己的队友就在身后啊。这是刚才被12号陈涛。 将球汤师傅队，埃孔的传，老将胡云峰也是经常在右路游弋，而是把阿尤呢顶到了一个低平球，传得很贼很快，所以说呢阿尤在左侧向右侧来攻，而我们的家乡球队沈阳队呢是身着一身传统的蓝色队，整个球队核心，左右其实前场的核心，来这个围绕他制定一些战术。 那么现在看呢，这种战术是不是已经，在全队上下得到了大家的一？另外两个中间的就是，好，哎，他的位置今天靠后一些，那么。